奇玩具屋。麦奇，麦奇，快醒醒，该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玩具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已经开始录影了吗？小朋友们，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的是来自精灵村庄的蓝精灵乐队。现在就让我们请出精灵乐队的蓝精灵朋友们吧。嗨，大家好。J 是蓝精灵乐队的主唱蓝妹妹，她有一头漂亮的金色长发，头上戴着蓝精灵特有的白色精灵帽，耳朵上别着唱歌专用的耳麦。她的歌声非常优美，能让人忘记所有烦恼呢。等会儿我们就能欣赏到他动听的歌声了。嗨，大家好，这是乐队的贝斯手燕燕，他有一把蓝白色的电子贝斯，贝斯主要负责乐曲中的低音部。别看他老是皱着眉头，看什么都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，燕燕只是牢骚多了一点，在关键时刻他可是个可靠的朋友呢。嗨，大家好，这一位是乐队中的电吉他手聪聪，他是个超酷的吉他手，舞台魅力十足呢。他用他的红色吉他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听觉盛宴。嗨，大家好，最后一位乐队成员是可爱的笨笨，他是一个优秀的架子鼓手。哇哦，看起来笨重的架子鼓在笨笨手里被敲打出好听的节奏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四个爱好音乐的蓝精灵朋友组成了蓝精灵乐队，他们的音乐也广受欢迎呢。嗨，亲爱的蓝精灵朋友们，你们好呀。你好麦奇。你好麦奇。朋友们，今天丁丁街小镇里正好要举行盛大的音乐会，我可以邀请你们为小镇的居民表演一个节目吗？哦，丁丁街小镇，那要问问大家的意见。啊，今天我有空，当然没问题。呵呵，我们喜欢演出。那么这样就没什么问题吧，麦奇，让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太好了，出发吧。哦，出发了。出发。亲爱的丁丁街居民们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蓝精灵乐队来为我们的音乐会演奏一曲。现在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蓝精灵乐队。我早就听说蓝精灵乐队非常棒，没想到今天这么幸运能听到他们演奏。蓝精灵乐队，我是他们的粉丝哟。太棒啦，表演太精彩了，这是我看过最棒的演出。蓝精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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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哦，丁丁鸡小镇的居民可真热情，不过也挺可爱。是啊是啊，气氛可真好。蓝精灵，蓝精灵，蓝精灵，丁丁鸡小镇今晚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，大家都非常的开心。搜索丁丁鸡爱玩具，可以收看更多玩具视频哦。记住了吗？丁丁鸡爱玩具。